勤劳。你的汗叫做进来巴黎厕所了，你不要怪我，我是眼前不帮你，就那个罚款让我还给你。你先来看看完全世界。隔壁拿了支铅笔，你不要说我不帮你。小学一年级的作业能有多难？拿黑人，你给我。生我欲我是什么？是去远是吗？你的作业题这么复杂吗？文侯立正不是下子，照样子组词，不会就打问号。大张伟哥，他会想象把句子补充完整这么简单吗？小女孩。小女孩吗？秋天到了吗？下雨了，小青蛙说：“秋天到了吗？”自我表现满分，真矫情。现在在巴黎待过那种去国内寒假作业，不是很难。一个晚上轻松写完。